宋文今天结婚了，他结婚意味着他们小两口接受了我们宋家神圣的使命，要完成春夏秋冬这个任务。今天婚礼上有宋文，还有 Joyce 的朋友，还有亲家，还有我和雅敏的朋友。应该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春夏秋冬，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它不是气象研究，也不是气候变迁的环保问题，它是我们宋家传宗接代、光宗耀祖的神圣任务。春夏秋冬是宋文和 Joyce 四个孩子的名字。谢谢谢谢，今天很开心，也很激动，看到这么多亲朋好友莅临万豪酒店参加宋文和 Joyce 的婚礼。很多亲朋好友是看着这两个孩子长大的，特别感谢你们多年来的照顾，我和雅敏还有亲家，谢谢大家的光临。我当宋文爸爸30多年，今天是最高兴的一天，因为他结婚之后，我和雅敏就有了新的人生，就是准备当爷爷奶奶，可以享受天伦之乐，想想挺高兴的。但是雅敏可能要适应一个新的事情，因为她未来的日子里要和爷爷一起睡觉了。宋文结婚是我们宋家的头等大事，儿子要我准备结婚致辞，但不许我讲冷笑话，也不许我，尤其不许我讲黄色笑话，但是内容要感人有趣，而且要印象也要深刻。想想在他大喜的日子，我是要把这个致辞讲好、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因为以下的话都会有录影存证，还有也会列入我们宋家的家谱史册。经过30多年，宋文今天结婚了，他结婚意味着他们小两口接受了我们宋家神圣的使命，要完成春夏秋冬这个任务。今天婚礼上有宋文，还有 Joyce 的朋友，还有亲家，还有我和雅敏的朋友。应该有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春夏秋冬，我跟大家报告一下，它不是气象研究，也不是气候变迁的环保问题，它是我们宋家传宗接代、光宗耀祖的神圣任务。春夏秋冬是宋文和 Joyce 四个孩子的名字。谢谢谢谢，以及他们的排行顺序。所以我每次跟我的好朋友谈起这个事情，他们就说媳妇生男生女都不知道，你们就取了春夏秋冬，他说而且这个名字很 normal。 我早就想好了，第一胎排行春，第二胎排行夏，以此类推。所以如果是生男生，他不是叫宋春，他叫宋大春，女生叫宋春花，男的大气，女的妖娇美丽。各位朋友，这个名字到底是哪里 normal？ 取名字要有想象力的，而且我把乐高也代理好了，给他们小孩子玩的，所以你们小两口别操心，只管完成任务就好。如果你们是个孝顺的孩子，就加速完成，当然也可以超额完成，超额完成代表你们不但孝顺，而且又懂事。宋家的任务和使命我说清楚了之后，今天是宋文一生中最重要的日子，所以以下也要讲一些感性的话，所以需要一点音乐，音乐可以下了。 Music。 当宋文有一天告诉我他决定和 Joyce 结婚，在那之后，我时常想起宋文小时候，我每到一个重要的时刻，我就会给他一个叮咛。我想起了我第一次给他叮咛的时候，是他上小学的时候，我告诉他你上学要听老师的话。他告诉我为什么听老师的话，
在家里听你跟妈妈的话很累了。我说你上复兴小学的签有多难抽你知道吗？而且你是抽中了，所以我告诉他你上学一定要听老师的话，因为老师会告诉你你不知道的事情。但是我也告诉他老师讲的话不一定都是对的，所以如果他在你对或错做选择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想一想你是不是有第三个答案可以选择。说起来宋文这个孩子还是很听话的，自从我讲了那一番话之后，他的历任导师就时常在联络簿上联系我和雅敏去学校沟通，这孩子为什么老是选择第三个答案。音乐可以大声一点。你上学叮嘱的画面我觉得是不久前的事情，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我又要叮嘱你了。今天你结婚了，知道要听谁的话吗？你是不是问我是不是结婚也要听老婆的话？我告诉你，这个比你上复兴小学的签还难抽，因为全世界唯一一个签被你抽中，多不容易啊，上上签哎。所以你要想一想，如果老婆让你选边站，或者是在对错做选择的时候，你要怎么选择？儿子，你长大了，不要像小时候一样还想选择第三个答案，不要做无谓的抵抗。你爸爸结婚30多年，不要说第三个答案，我到现在连第二个答案都没有。结婚只有一个答案，就是老婆在哪里你就站在哪里，因为人多的地方很危险。而且你要一生现在开始学着说浪漫的话，只要哄你老婆开心，只要她开心，爸爸保你一生一世平安顺遂。好孩子，听爸爸的话不会错，我有30多年的丰富经验。再来，我要感谢我的亲家，尤其是亲家公，我能体会他此刻的心情。女儿是爸爸的小棉袄，既贴心又温暖，抚养这么多年，如此美丽大方开朗，又接受了这么好的教育的心肝宝贝，今天就这么交到我们宋文手上。我真心感谢亲家，今天看到宋文如此的幸运又如此的幸福。亲家你放心，从今天开始我和雅敏一定会把旧一次当作亲生女儿一样对待。也请你把宋文当儿子一样的教导。最后我祝福宋文、Joyce 以及 Joyce 肚子里的春夏秋冬四个孩子一生平安幸福。再次感谢各位亲朋好友的光临与祝福，谢谢大家。